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这口鱼塘，在这里钓鱼，然后钓好之后就在这里烤着吃。这个冰霸哥是吧？因为那个席子没带过来，我们其他东西的话一会儿准备，当务之急要先去老窝。看一下老窝娘是拿什么东西去打窝。哦，对，娘，妹妹娘。汤。汤啊。哦，米汤。都飘走了，这样老窝的。刚刚二姐往这个边上撒了一些米汤下去打窝，现在把刚刚拿出来的那些蚂蚁蛋挂在锅子上。看你们这几个人就是业余的。由于天气确实太热了，刚刚去尝试了一下，没有一条鱼上钩，所以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，喝一点啊，吃什么都没得吃，只有吃零食，没搞到鱼。顶班令，三班令，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。现在老挝时间现在是一点多啊，最近鱼还在午休，等一下晚一点我们再出去钓鱼。我就累了，你就挺累，天天都是那样，天天骂的，都不能走。腻了不？腻了。哎呀哎呀，皮不带也搞到一条了啊！哇！哦，你这个怎么不动了？是不是死的？哦，截止目前为止钓到两条了啊！给，可能是现在气温降了一点点，这里的鱼开始咬饵了。我个眼泪呢，我们蹲了不老干。皮皮蛋。我小看他了，哎呀，就把他给，哎娘，好了哦，小心点啊，这个，哦不，不用关面，行，我们弄到上面去，等一下又跳下去了。妈妈会。你这样，拖着人家走，小心点啊，这个，他这个急，我跟你说会扎出血的。去压老干。嗯。多年吧。多年吧，快点个不错。你没多嫩呢？多嫩有两百吧。哦，开始点火去啊！在欧亚的他，阿姐，快点点！喂，又来一条啊！切！哎呀呀呀呀呀！皮皮蛋，
可以啊，宝贝，碰过面真的多了。咦呀！这小家伙，他钓了两条都挺大的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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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老哥，好白嫩。二姐着急，怎么我就没有啊？不要呀，小心点啊！由于那条鱼把那个鱼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，现在只能采取宰杀的方式把它那个钩取出来。好了，弄好了啊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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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啊，白干的。嗯，白干的，开心了的现在。给你们看一下，他们钓鱼是用这个东西。用的是蚂蚁那个幼虫。这个东西人也可以吃啊。啊！奶奶！啊？不迷吧？不迷了啊？哦，脱钩了。伤心了，可怜的二姐。那你不能给我发了。别的不会吧，宝宝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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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念念哇！哇哇哇！咦，兄弟们，你看刚刚我还说飘哥奖励咱们表姐一票，你看现在又来了一条，给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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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。来一个。我二姐今天是什么情况啊？会不会空军啊？心，二姐心态不能乱了，越乱越不行啊。你的哇，皮皮带，我妈咪，我打劫，我靠！哟，恭喜皮皮带喜提一条，可以啊，皮皮带，你今天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差一点就跑了。哎哎，小心点，老白了，老白了。劲哇！看别搞肚子，一动。停停，你管。看把你激动的。他是掰给了多呢。哦，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很多老六说皮皮带钓不到鱼的，看到没有？四条，其中三条是皮皮带钓的啊，一条是表姐钓的。当前我二姐。一条没有，阿姐你下去抓得了，阿姐不要看时间了，阿姐最着急，混子也是一种水平啊，来来来来，直播间兄弟们没有点关注赶紧点个关注啊，顺便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请大家关注一下我的下方小号老窝皮皮带，这个号每天都会户外农村直播，请大家关注一下啊！好了，我们继续。当前成绩是皮皮带三多，喷嚏呢三多，明白？我们二姐。也不得骂他。不骂。哈。哦，掉了是不是？拿拿拿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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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阿姐阿姐阿姐，喂喂喂喂，我被棍棍，你们是来钓鱼的，不是来，你们是钓鱼的，不是来吃鱼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哎呀，场面一度棍棍啊，要跑了啊！你走呢？喂喂，这个鱼都不敢抓呀！哎。你在看我上瘾太激动了，拿拿拿拿拿，
哎呦哎呦哎呦，阿姐，阿姐你来真的呀！我靠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阿姐自从破零以后，你看，屡屡上鱼。你加多了，阿姐。哦，有两条了哈。后来的鸡，阿姐开始发力了，阿姐信心回来了，鱼群来了，阿姐要开挂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烤鱼了啊！带了不？带了吗？带了，带了。现在把杀鱼的工作交给了我们的表姐。哎呀，上面有点不冷之势啊，这个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有没有啊？昏过去了。哎呀呀呀！大家不理他，兄弟们，我们的鱼已经烤熟了啊！啊，上桌啊，不好意思，没熟。好漂亮哦！嫩，把金豆吧，咩嘞？阿妈去钓鱼去了。来，金豆吧咩？哎，咩熟没呢？丈母娘又找那些蚂蚁蛋，又去钓鱼去了。好了，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战利品。哎，米加多，阿姐的，表姐。啊，最多的是表姐啊，可以吧？那一朵，一共是九条鱼。来，我先尝一下啊，今天的鱼看看怎么样？入江水熟，入江水熟啊，放点辣椒酱。味道非常的香美，来来来，庆祝一下，当中当中当中，生日快乐啊！拜了拜了拜了，哈哈哈哈，
大家好，我是扎青，我现在是在万隆的一个漂流景点，这里应该有很多家漂流公司啊。啊，刚刚这个应该是他们这边的负责人，正在示范他们的一些规范动作。这个扑扇没人跟他一起玩吗？要不要？要不我坐这个位置啊？嘿嘿，哎，我不穿了。人家拍照了没有？没有，够啊，们不？够啊。那是拍 A 吗？是拍老弟呢？好拍。送空，送空拍。那你？嗯，我们两个坐啊，不要你们两个插着啊。我没划过船，好紧张。当然能去啦，你是飘着下去的。好了，我们的两艘船准备好了。哎，我们的救生设备呢？还没来吗？兄弟，我靠！可以可以，来，我先过去了，要不？哇，这个好看啊！拜。好了，是啊，塞到你们吧。哦，把贵重物品放在里面。好了，三，三米。这边不，拜拜拜，拜拜，慢得，快来快来你们吧，快来你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应该放上我那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。好啦，波冰样，声音念波冰样。嗯。红了不？好了。拜拜拜。哦。不要不要。拜拜拜。不要要要要。给面给面，没夸没夸，哎，右手右手，拜关的，拜关的，先走了，哎，拜拜拜拜，我们的僚机来了啊。我们的护航编队来了，拜关的，哇，这个地方风景真的好，拜，本光面，老婆呀呀呀，本光本光本光，哈哈，哇，这个风景真的好，他啪弹下来，弹料弹料，喂。还快点，算了。Thank you.
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我们的一艘小船翻了，然后船上的全部东西，包括我现在拍视频的这个手机也掉了。在那里找了好久好久啊，因为这个水也有点深了。我们要看见他了。哪位哪位？嗯。还好来了两个小哥啊，来了两个好心人帮我把手机找到了，那给了他们20万小费，还有这个小哥也挺不错的啊，我找了好久终于把这个手机给找到了，要不然损失惨重，所以以后兄弟们来玩这个漂流的话尽量不要拿手机啊，还有那刚刚那个小包也已经错了好远好远了，还好它会浮起来，所以我们及时找到了。刚刚丢10个人了，当着那些人翻船了，我靠！就是因为我刚刚在拍视频的时候忘记看前方，结果撞到那个桥墩上去了，笑死了。还好有惊无险，现在全身都湿透了，哈，死了。不见了不见了，不一样了，还好有我们的护航编队啊，及时帮我们找回了财物。老刺激了。哎哎妹，这个百公里两碗饭啊，这个。哎呀，都已经湿透了，还不如就把鞋洗一下吧。这边洗鞋。好热吧，好热，有你。刚才把鞋一起洗了。这样洗，这个河里面的鱼会不会全部都浮起来？鱼吧。你要有你吗？太没溜哟。拜拜。白妹白妹 OK 就给你看一下深不深啊，深不深，哇靠这么深，哦旁边停一下，看一下去尿尿，喂3块钱，喂，走了走了，自己开船了啊！啊，马喂喂。你那个，那你这么来，你爬那么远干嘛？马妹，马妹。发呆了吗？这个路程还比较远哦，我们从白天现在飘到了晚上，还没到，不知道还有多远。啊？进来吧。来了，拍进吧。这么浅啊？他上了吗你？好的，这不是金牌吗？爸爸金不？拜不带了，哎呦，你怎么滑到这里来了？找你了。
好，我的这边来了。拜拜，拜拜哥。我们的这艘船从白天划到了晚上，到现在迟迟还没有到终点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头。此时此刻，现在身上已经很冷了，旁边的船划的都比我们快，就感觉我们这艘船没有力气一样的。估计是这条河上最慢的一艘船，慢悠悠的。加油啊，太叔叔！意思都是他在划，其他船都比我们快。จากเมืองปงนี้ไปอยู่ที่เมืองเจแปน笑死了ทำงานโดยที่จำใจสีฟ้า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晒着太阳出来的，现在กลับมาไทยแลนด์月亮都已经出来了แสงสมัยแต่ผ่านบ้านเขารู้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ในสาวน้อยผ่านร้อยผ่านที่ชายเอามือถือดนตรีเป็นโลกร้ายจะอยู่ที่ความ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เสียงประทัดว่าเขามีหายของผ่านบ้านป่าเธอก็ไม่มาสักทีเขาทำไข่แดงแจกกันทุกปีแล้วเธอละอยู่ไหนกัน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เธอผมนะความเปลี่ยนด้วยนะผู้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เช้าเย็นไม่เห็นดีเป็นตะวันจะกลับมาเมื่อไรนั้นไม่รู้เลยใช่โจยใส่ช่วยเนี่ยขอบแทนบุญคุณสาใจชีวิตร่างกายแม่สาวเออสิบวันจริงพี่ได้ไม่ได้ที่เคยพาเจ้าไปทางที่คุ้มหน้าเมาต่อของกระดูกบอกเป็นสาวผู้ใหญ่一直都是他在划มาบ้านอย่างสบายหลังที่จากไปแล้ว真舒服我们的船从白天划到了晚上现在终于到达了终点，欢迎搭乘本次游轮。哎呀，我们的目的地到了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。喂吧，喂吧，师傅吗？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！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玩一下，而且这种漂流性价比也挺高的，不是很贵的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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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像个小乌龟一样？困沙在，心运让开没沙恩。好皮呀，你真是。来来来，回去了。那，给色。皮吧。咦，我的水里没尿尿。好了，这次漂流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点赞、评论、转发一下。กลับมาเมืองไทยบ๊ายบาย